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各自会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、利奥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奥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奥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613页，倒算第二行，对尾后两句啊看起，如净土修正疑云，十行之理观，灵化究竟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灭暗之法为经过，咱有到这个所在。在十行理观的内面，咱有到了这个第六道品调色啊，就是37道品。37道品一共是有七科，就是讲七段。咱学到了头前的三段，今仔日对第四段来开始。五根，根即人生之基，为主五根，人生一切显化的。现在，咱这个社会出问题咯，啊，动荡不安，咱住伫这个地球嘛出问题，灾变异常，啊，我几十年无看报纸，无看电视，啊，媒体拢嘛中断，大概是有50年。啊，社会上发生的代志，我拢唔知呀。有好心的同学，每礼拜个重要的新闻接录落来，互我看啊，所以每礼拜咧是看这物件，知影讲这礼拜发生什么代志。啊，这个代志咧，都半路嘛是动乱个灾变的，
啊，到底是什么所在出问题？我这十几年，一直到现在，整整个月啊，五月，我参加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。这个活动是斯里兰卡主办的，庆祝卫塞节，就是啊纪念释迦牟尼佛。卫塞节是佛的生日。这个就是这十几年来，个联合国也无断啊，关系无断啊。朋友真多，那早年我是2003年头一摆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会记得第一摆是伫曼谷大学。联合国啊，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世界啊和平会议啊，对，空三年到现在，我参加十几摆，这真正明白讲。今仔日的社会动乱，地球的灾变的真正原因伫倒位？就是咱的圣君无咯。那今仔日即地咧讲到五君：圣君、精进君、念君、定君、慧君。啊，圣君无咯，后面四个拢无咯。现代社会总是有四百年咯，科学技术渐渐的昌明。科学头一个要求人的是怀疑，甲圣君完全是相违背。啊，中国几千年来，世世代代所传的、所教的、所学的，是圣贤的智慧，这个咱一定爱知影。那西方人所学的呢，是知识，但讲是现代的科技知识，毋是智慧。啊，有知识怀疑会用的，对怀疑当中发现问题，再去探讨解决问题，这个会用的。但是圣贤之道都未用呢，圣贤之道是要对一个确立呢，对信心，就亲像印光法师，伊老大人定下咧讲，一份圣境得到一份利益。十分的圣境得到十分利益，那圣境对倒位生呢？对信心生的，无信心呢？圣境对倒位生？那今仔日确确实实就是安尼，
咱去甲问一个人，你老师甲我回答，你对你家己有信心无？啊，老师回答会无啊？你若是讲回答我有，迄个毋是老师，毋是真话。你啊，对你的爸母敢有信心？你啊，对你的长官敢是有信心无？对你的祖先敢有信心？对你的国家民族敢有信心？现在拢无啊！我个人我去接触真多啦，五十年前因是有信心，现在去干问伊嘛无信心咯。为什么危机太多，嘛无信心，这麻烦就真大咯。这就是真正联合国必须来解决的问题。唔过是联合国都无想到。啊，联合国只看到表面，这个社会上冲突这么多，对细汉的夫妻冲突、父子冲突、兄弟冲突、学校内面啊师生冲突，干那去注意到要如何来消灭冲突？促进社会安定和谐，这是联合国和平会议的目标。会议当年拢咧开四十多年，我现在基本是无要参加，年纪大咯。冲突的频率咧，当年啊，拢嘛是不断地咧上升。啊，冲突咧，灾害啊是愈来愈大，所以我熟悉到遮尔啊多遮专家学者，伊拢怀疑，阮私下伫咧讲话。来讲，你看这个世界敢也会和平呢？拢拍一个问号啊！这个说明什么？信心拢无咯。啊，佛法伫这个讲信君无咯。啊，圣贤之道。啊，用什么款心态去学习呢？要用真诚心，用敬心、信心，我定无丝毫怀疑，你才会去得到，你才会体会到。只要啊，夹杂一点啊怀疑，啊，你就得袂到。啊，圣贤的智慧，确确实实会帮助咱解决现前的问题。讲一个较白的，真正帮助咱安心、安心、信心、安稳，咱啊都会得到智慧。啊，智慧咧都袂好，咱去做唔对代志。啊，处理利他啦，是建立伫个真实智慧的这个基础上，就是五种根最后的慧根。
那你讲这问题有偌严重诶？咱今来看到这两字“信君”，为信有正道呀。今来的人无能力辨别什么是正道，什么是邪道。佛法内面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啊，这个标准是以性德做标准啦。啊，伫个中国，老祖宗世世代代传落来，无论无常，存伫心内的是道，都是伫生活上叫德。心内有啊，这个叫做道；我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叫做德。那德是什么？我对着这个道啊，道德的德甲德是的德的意思是相通。我得到了道啊，道在倒位？道在我日常生活当中。那若是讲有怀疑啊，就麻烦了。中国的传统这套物件，归纳起来只有四科，四个科目。我相信伊啊，传了至少一万多年，讲五千年的啊文化，迄是讲有文理的。老祖宗发明文理到现在五千年，有文理记载，无文理袂当讲无文化啊，文化杂记文理啊，咱有理由相信啊，咱的老祖宗有智慧，咱的老祖宗唔是凡人。啊，咱的老祖宗的智慧，甲佛的经典非常接近。中国人咧讲呀，人性本善，写伫儿童的教科书头一句话，这三字经顶面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那佛陀在《大乘经》上教咱第一句话呢，啊，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本来是佛，就是本仙，啊，本仙就是佛陀，是自性内底具足的，唔是讲对外面来，人人拢有各个不如。平等的啊！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等差叫没了？没了自性问题啊，都出来了。啊，没轻重，没较重的，就是变作六道凡夫；没较轻的，就是变作菩萨，变作声闻缘觉。那心花界众生，未我无讲利益啊！除了未我，真正是一体啊，无差别的。
啊，信心呢、啊，现在无咯。这是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，这个影响不是片面的，全世界。啊，所以圣贤教育恢复有一定的难度。啊，难度咧，就是讲要按怎来恢复咱的信心。啊，科学家最重要的理念呢，就是要有证据。你提证据来，无证据伊就唔相信你。一定都要有证据，伊才会相信，伊就袂怀疑。这是正确的啊，佛嘛是爱证据啊。佛教人的啊，甲咱讲的啊，啊，你本来就是佛，啊，必须得你家己去证着，你才真正得到受用。那无你是未得到受用，就是讲你嘛有证据，所以佛的教诲分作一个啊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你相信，决定未怀疑；第二个阶段是要求改，啊，你讲我本来是佛，为什么我本来是佛呢？要给他创清楚、创明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佛的警告啊！给小心的警告，就是给你讲清楚、讲明白。讲明白了后，你就爱落实，要去做到啊！啊，要做，要安怎去做呢？以戒定慧，这是佛法讲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啊，行为无量不变，不外乎三大类。啊，第一个是念头，起心动念是这个意的行为，就是讲心的行为。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个是动作，身体的造作，心靠意，不靠这三大类。这三大类的行为拿出问题了啊，错了，就是偏离啊性德。咱那个呀，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，这一定要知影。啊，修行就是修正啊，错误的行为啊，修正错误的看法、想法，这是啊，修正心的行为啊，修正言语的行为啊，一切造作的行为，这叫做修行。啊，修行以后就要有证啊，证明，证明什么？证明咱啦、啊、所证到的这个境界，甲佛的这个经常讲的是同款，就是证明你的心，证明你的解，证明你的行，拢是无错误，这叫证啊。这个佛法是科学啊，那无证啊，就不是科学。有证啊，无证就是未用的啊。譬如讲，今仔日的量子力学家，会当讲是科学创了400多年，到现在确实都提出成绩单来哦，互人看了。啊！伊发现什么呢？发现啊，佛经上讲的啊，阿赖耶三世相啊，啊，阿赖耶三世相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就是宇宙的缘起啊，
伊讲宇宙对倒位来，万物对倒位来，生命对倒位来，我对倒位来，是讲啊，这套物件的呀。啊，佛法传来到中国来，将近2000年。这个问题谁人创清楚？在中国真正有啊！这2000年当中，什么人创清楚？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创清楚了。毕竟都少数啊！啊，宗门教下个加起来，哇，最保守的估计呢？这2000多年大概有3000人，啊，3000人有佛真正做到性改行净，啊，不过伊净掉咧，我无净掉啊，伊讲无问题，也是有怀疑啊。啊，咱今仔日的信是信佛的信，这个信什么叫恭信？勉强来信呢？什么叫真信？我看到了，这叫真信。我无看到的，我这心内对总是有疑问。啊，佛的经常讲的是真清楚，是透彻，看无啊。啊，我学了60多年咯，这我家己亲身的经验，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拄则有讲的，宇宙对倒位来？为什么有宇宙？万物对倒位来？生命对倒位来？啊，我对倒位来？这个问题未当解决啦。佛弟经常讲，到什么地位你才会清楚？八地以上，咱现在学佛门都还没入去啊，八地太悬了。佛学内底大乘，讲这个阶级，像读书同款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。佛啊，已经有偌侪年级咧？50年级，50年级，头前的第一的10年，这叫做十信位，是佛教的小学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这个11阶级，叫做十祖，这是佛教中学。啊，第三阶级。修行，毛十个阶级，好，那像佛教的高中，也过具体的是归向啊，十个阶级，那就是大学，这就40个咯，这是归向，是归向，何必是大学？那修行是高中，那用这个比如，大家较容易了解，应该。何必是研究所啊？苗教都成佛咯，都摕到博士学位，总共52个阶级。咱现在连小一年级都无入去啊！这一定要知影啊！入去啊，小一年级在佛法里面都称你做圣人咯，你不是凡夫。啊，为什么你见到了？啊，这个都是有丢啊，人生的啊真相。小学一年级是什么条件？
你知影这信是假啊？信毋是我？未搁再接条信是我？有几个人做会到啊？啊，小学一年级小学的初果啊，大成是信位的初信位的菩萨啊，初信。我的小学一年级啊，信坚呐，啊，菩萨。并肩破了，所有的所有的对立拢嘛无了，也都是讲肯定啊，整个宇宙甲我是一体。啊，信坚呐，啊，拢无了。我以为安怎安怎，这个念头无了。啊，信坚分作两大类。这个是因上的成见，这个是故上的成见，拢总拢无了。你看一切现象啊，拢嘛是静的，无看错，无看偏啊，无看邪，这个字啊，邪见破了。这是入门啊，这是啊，真正的佛弟子咯。啊，咱现在还未到这程度啊。到这个程度，咱个啊本领都恢复两种，一个是天眼，一个是天理。所以家己千万唔通误会，咱是唔是种着小行啊初果呢？大行初信位呢？种着了后，咱伫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外面啊有人，我就看会到。这墙壁无障碍，我伫楼顶啊，楼卡有几层，我拢看个真清楚。这是天眼呐、啊，啊，天眼得着咯，天理嘛得着咯。人咧讲话讲细声话啊，真远个，这个啊距离我都听个真清楚，都、就是天眼天理得着咯。这修行错过。修行理过呢，过技能的这个能力咯，啊，这罗马是啊本领。咱今仔日失了自性，本领失去。那真正那是照佛陀教诲去修，啊，本领就会恢复。啊，理过呢有三心通，有宿命通，宿命通知影家己的过去。过去嘅一世，过去两世，过去三世，拢知影。他心通，别人起心动念，你知影。别人心来想什么，你拢知影。这个代志是真嘅，唔是假呀。即个伫中国嘅国内称为即个定义功能，其实啊是本能啊，本能有生落来就带来，伊就有啊，啊有家己修行咧。对啊，佛门依照佛嘅方法去修行，会当修到，佮会当得到。但是呢，唔免专修心通，专修心通毫无意义。但系修啊，戒定慧，到某一个程度，你自然就通，就发出来咯。啊，作为附带啊，无作为正式嘅，正式嘅是伫戒定慧顶面用功夫，这个非常嘅重要。啊，戒定慧叫做不三不老学，那、啊、真正学佛咯，佛讲咯，过去修行成佛啦，现在修行成佛，将来修行成佛，拢总是行这条路，无第二条路，啊，应该得定。因定开慧，所以乞丐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乞丐是为什么？是为了得定。
丁也阁毋是目的，丁是处长，因丁开会，丁到啊，一定听到智慧就开咯，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啊，真正的目标啊。咱啊，千万唔当创唔到，千万啊唔当把这个佛法啊当作世间的知识来看待，迄就错咯。你的公家天花乱堆，你咪要当有啊度做定心，你袂当啊出六道轮回，这就错咯。啊，真正修戒定慧，伊就会当啊出啊六道轮回。啊，伊六种神通有无？六种神通真正发。咱啊，千万唔当看唔起遐个念佛往生的人。啊，伫伊个临终的时阵，伊看到阿弥陀佛啦，看到极乐世界，那种的神通啊，拢发咯。点眼啊，天逆他心相命，还有啊，心足老金，伊拢种拢嘛发出来咯。但是伊发出来时阵，伊都无伫这世界了，伊去叫世界去。那、啊、这个、能力无一个未恢复的啊，这个人啊一定爱相信。啊，有一寡就说，我阿妈捌看过有几个人，真正是有天安通。啊，一般人讲伊是有 X 光的目睭，伊会透视，伊会看到你啊，整个五脏六腑，你都是所在问题，伊会指出来出什么问题，真有啊！早年我伫美国讲经，伫洛杉矶拄到三个，对中国大陆来。去年咱像是大陆上啊，已经有十个还是十二个，有只个定义功能呢，大概啊，拢嘛是二十几岁，年纪真轻，伫美国迄边咧考察，哇，拄到咯，啊，拄到的时阵有同学可以看。来做实验啊，有一个同学，伊家看到家讲，伊讲你捌钓过鱼边，大概有偌侪年了。现在你这个鱼边呢，已经都结疤啊，已经无问题了，但是咧疤一滴个。那一听就都惊起来呀！这是一个女同修，这个代志就会知影。甲因先生结婚偌侪年生囡仔了，伊拢无甲因先生讲，无人知影这个秘密，互伊一个讲破了。指出迄个部位完全啊正确，那说明讲因确实是有这个能力。我问伊讲，我讲啊，你这能力对倒位来，生落来也都有啊，都会看到一寡鬼神奇奇怪怪代志，会看到，唔敢讲。那是讲咧，大人会讲伊，就胡编乱讲啊。确实有些能力啊，啊，我讲这能力，敢会保持偌久咧？你系愈大，知影代志愈多咯，这个、能力慢慢就会退化。大概到三十外岁，就全部拢无咯。啊，这个咱就明白咯。这个物件是对清净心内底来，即系有定义功能的人，
那人家断定，伊啊过去生中可能就是啊出家人，拢是受戒定慧，伊啊才有这个能力啊啊，诶投胎啊、入胎出胎啊啊，伊是无迷信，伊拢嘛真正清楚。但是呢，慢慢知影代志呐，做咯，妄念都做，杂念做咯，心都袂清净，啊，能力都无咯。所以佛弟经常讲，定来发通，就是讲心定会当发心通啊。啊，心通就是咱的本领，一点袂奇怪，每一个人拢有。能量有偌大，能量就是无办法来个说明的啊。你目睭会当看偌远，会看到真高丢，没用任何的望远镜仪器。而且你看各家远的所在，都亲像伫眼前同款的啊，看得真清楚、真明白，一点啊都袂模糊。啊，佛甲咱讲，这是咱的本领啊！啊，八地能量大概啊，甲佛就差不多咯。啊，佛会看到，伊拢咪看到。所以佛咧讲这物件咧，这菩萨因伫下面咧听，拢无提出异议的啊，这就是甲佛做证明咯。啊，这些大菩萨咱拢嘛知影，啊，文殊普贤呐、啊，观音嘛世子啊，是像弥勒菩萨，这拢嘛是八地以上的。那、啊、无量寿经头前有讲十六位菩萨，这十六个是在家菩萨，无出家。马来西亚顶格菩萨，因的地位跟文殊普贤是平等的，同一个级别。因拢嘛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戒定慧啊，这个三合是菩提道上重的。讲令原则，一定要认真去做。啊，今仔问题麻烦伫倒位，信君无咯。啊，以后什么拢讲袂着咯。啊，唔呐，讲信君无咯，头前呢，三科、四念处、四正群、四如意足，咱嘛无咯。啊，思念处是一个正确的观念。但今仔这个观念错误，啊，问题拢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四正群呢是断恶修仙，你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，你肯定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仙。啊，四如意足咧是放下，放下就如意咯，放下就自在咯，放下就快乐咯。啊，有头前这个基础，才会有五根啊。啊，头前讲啊真好，对四念处是四正群。对四正群就生四如意足，对四如意足啊，就生五根啊。对五根啊，就生五力，对五力就生七觉支，对七觉支生八正道。啊，伊拢嘛是有因果的啊。啊，要安怎把这个佛的这个教诲拢变作咱的日常生活？啊，你就真正伫咧行菩萨道咯。
那你无办法落心，你会当啊信啊啊菩萨道啊，会当理解菩萨道啊，你无去做啊，无去做啊，你都无办法通去证到。那是点真重要啊！佛法的好处就是讲有受用，那真正会当帮助咱啊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都、就是落英啊，因为无落英啊，咱学会要创什么？学了马上都有落英，那都是什么？学了认真去做啊！如是认真去做，你都愈有信心。为什么？你证明咯。那譬如讲，今仔日这世间的人，每一个人心内拢想要发财，佛菩萨慈悲啊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你讲我嘛想要发财，佛菩萨帮助你发财啊。那正当的啊发财，这内底无一丝毫过失。啊！你的修养真正就是幸福美满啊，财对倒位来，财也对布施来啊。啊，布施那是做咯，啊，你命来对这个灾祸才有累积啊。啊，香港的首富李嘉诚，我甲伊见过一摆面。啊，伊个这个顾问，这个老先生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准你计心咯。过去嘛，常常来我家来听经。啊，伊是算命看相，看风水，真高明啊。伊甲我讲，李嘉诚三十岁时阵，伊对于汕头，伊是汕头人，来香港来做生意，拄到啊起步。有一天伊五年拄到，啊，伊看伊相，甲伊啊算命，算命的时阵就问伊讲，你将来希望？用有偌济财富，你都满足。你家先甲伊讲，我会当有3000万，我就满足了。伊就甲伊讲啊，伊讲的，是啊，你讲你的财富是摸出来，那就是摸出来啊，不是变啊，就是摸出来。伊讲你将来是香港的首富。无论你做多一个行业，你拢会赚钱。为什么？命对有诶啊！从事多一个行业，迄是缘啊。因命来对是因，因加多缘，果报多现钱。唔管做什么生意，拢做赚钱。命来对有钱啊！命来对那是无，你该学伊赚钱，你死本啊！命来对无啊！这就是相信因果啊！命来对有时将所有，命来对无时莫强求啊！啊，强盗去抢来、偷来，拢嘛是命来对有的啊！啊，伊命来对那是无，啊，未偷到手都被警察抓去了，命来对无的啊！啊，真正了解这个道理，人的念头啊，就会正。袂去做啊，亏心事咯，啊，袂去做害人的代志。为什么？迄是啊，失德的。你来啊，阁是命来对有诶，你讲有冤枉未？啊，命来对，那是讲无，你就受报施啊，受财报施，无财，
我的命里面就是空空，无财。啊，老师跟我说，拄啊有福的时阵，张家大师跟我说，方法理性就爱智慧，无智慧袂用呢，爱有财富，啊，无钱嘛袂用呢。去赌场嘛，都爱钱啊。所以老师就教我修布施啊，教我讲在布施得到财富，发布施得到聪明智慧，每布施得到健康长寿。伊啊，把这个方法啊教我。我讲我无钱啊，家己生活都真正勉强吃苦啊，哪有钱布施啊？伊问我讲一角文你有无？啊，一角文会用呢，无问题啊。一块文会用了，一块文嘛会用呢。啊，你就对啊，一角啊，一块开始布施，但是就要定定遵着布施的心，咱就是随咱。随分随力啦，唔免去勉强。有偌济就施偌济，愈施就会愈济啊！我做了六十多年啊，也话兑现咯，真正愈施愈济。啊，不义之财绝对唔能摕啊！提不义之财，对你家己的财库都有损失咯。比如讲，你命内底有一百亿，啊，你出不义之财，可能怕对折，即变成五十亿，这亏就真大咯。你家己唔知影，也拿做我袂歹咧，我赚遮多，其实跟他对折。啊，咱对佛的话爱相信，有偌多就施偌多啊，施有报，报多，多就是多施，决定唔通讲无施，无施就停止咯，都无咯，变做施水咯，这个财叫做通气啊，伊爱流动嘅，有出就有进，无出啊都无进。入来就无去啦，就死咯。所以就要认真去做。啊，布施是真实的功德啊！啊，所以我一生无咧起庙，起庙是安怎？是甲钱带伫涂骹，死的啊！我有印光法师。印光法师接受十方的供养，完全用来印经布施。呀，以迄个时代，伊会比我较早八十年。啊，这个老人的一生，人供养伊的钱，伊会当讲伊啊无用，出家咯。寺庙内底有住呀，有食，有啥通穿啊？啊，都唔免阁用钱咯，都甲这个钱办一个印刷厂啊，家己印经叫做红化社，伫苏州报国寺啊，开一个印刷厂，专门印佛经、印善书。十方供养来做一个，可以啊，做法布施，多偌济众生的啊，这好代志啊，真的无问题啊。啊，我印了这珠，别人提起买嘛，不要紧啊。买的人，伊若真正去看，伊真正是得利益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真实功德啊！
啊，无丝毫的这个欠款，做其他代志可能内底要怎啊不现呢？做这款代志100%现，无小看含的啊！钱那多，咱就应代奖金。我的目标是印10,000套大奖金，差不多就要满了。现在大概接近的有9,000套的款，我拢是印大奖金，布施啊，四处送人。啊，四口专书，我无迄个能力印。我甲书店来买，啊，上面印书馆印四口专书，我甲伊买102套。啊，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口会要，我甲伊买了大概270套，送予大学图书馆啊。这个就真正就是中国的大百科全书。啊，这摆我去巴黎去访问法兰西的这个汉学院，我才真正知影讲欧洲汉学这个汉学院是第一家。晚清时代建的啊，比伦敦的汉学院早40年。我就送伊一套四库会要，我参观伊迄地有四库专书有，会要无，我讲我送你一套。这是啊好代志啊！啊，一生拢嘛无起庙，起庙就无意思啊。讲经啊，方法啦、啊，就是我这小道场这个房间有够了。啊，全世界同步，大家拢会看到。啊，我是讲4小时，这摆对苏里兰卡转来。同学感觉我伤过忝，一定叫我来休困，休困袂用哩啊！休困无代志做，这个、真艰苦咯。所以讨价还价，一工就讲2小时啊，期限袂超过一礼拜。啊，一礼拜了后，我还阁是恢复每工4小时。乐此不疲啊。阿妈是讲我这么多年啊，跟大家做些分享55年，真正了解到一句话，讲了50年才了解啊！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因现在说法，我对这个发现，对啊，叫做世界，我就常常拢在想。极乐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啊美好？真正就是咱俩一般来讲啊，人生最向往的理想的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、就学环境，啊，这个环境内底无丝毫缺陷。
变化甲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拢袂当甲伊来比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对经来对发现这句话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今现在说法。换一句讲，教学，我提出来是教学为先呐、啊。啊，我伫马来西亚，对于华校校长、老师，四百多人，阮斗阵的聚会。主会到底的学习，我鼓励大家，因为大家都是教学的人，我说了十个教学为先，最后一个就是叫做世界教学为先，我这真正了解了今天你的社会这么多问题，地球这么多问题，都在这五年就解决了。每天的教学跟人都教好了，世间事啊，无别项问题，就是人的问题，人若教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那无教无教，人就学坏啊，学坏就麻烦咯。所以你变哪改的？咱过去的汤池做了三年的实验，只证实了两句话。第一个证明人性本善啊，三四个月这个啊教学都会当把这个修订。小镇的啊，居民啊，四万八千人，良心反省了，未搁再去做不善的代志咯。啊，欺骗别人的代志未做咯，良心发现。第二个证明，人是真好教的。啊！你现在就回想到中国古早时阵，人啊真爱读书。为什么？读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代志，让你一世人幸福快乐。读书只有一个出路，参加国家考试，考中了后啊，将来做官。啊，做官是啊。一切行业里面上介好的这个行业吧，因为地位崇高，大家啊对你真尊敬。第二个待遇未歹，会当养家活口。第三个是啊，你无代志做啊，那社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所以啊，官都无代志做啊，这个得自在咯。那像现在，现在这个做官呢，一代志拢做未完的代志，哦，什么呢？互人会惊啦。古早时一个月那有两三案件啊，你这个所在哪会讲有遮侪代志呢？迄个时阵，民偌好，淳朴啊！修法啦，无做歹代志的人啊，这叫做大治啊，天下大治啊，太平盛世，即卖拢无咯，无是教育出问题啊，现在学校真多，无教人做人的教育，都嘛是教你要安怎去做事。会行做事，未行做人，就出在这咯。
圣贤教育，大圣教你做人，然后才教你做事，做事放在上后面，做人啊放在第一。做人根本的根本，就是爱孝亲尊师，甲佛法同款的啊。所以佛法来中国呢，中国的帝王马上就接受。为什么讲这个理念吗？啊，佛法来教学，你看净业三好佛说的，那是大乘啊，最高的啊指导原则。啊，有佛对才有气啊。头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是奉师师长，第三句是啊诸心不散。第四句是修习善业，这就是佛陀教育的大根大本啊。所以讲，传统文化对倒位生呢，是对啊孝敬，对细汉就养成这个习惯，人人拢知影孝敬父母。拢知影通啊，尊敬师长，尊师重道啊！即卖圣贤教育啊，真正困难。咱伫倒位无孝亲尊师的人，圣贤人啊来教你呢，你嘛学袂晓。为什么心无共咯？啊，圣贤之道义啊，是对真心内底流露出来真实的智慧，咱必须用真心去接受，才会用的。呀，唔是真心，就学袂晓呢。一切法皆从真心心中作，啊，这是讲到今仔日的难处啊，要安怎来培养信心，让你相信呢？咱汤池小镇做出来，大家看到相信咯。相信都要继续去做啊，几几工都未记哩。所以今仔日一定要去做，做出来互人看，大家拢相信。啊，对于汤池小镇啊，接过来扩大，扩大到一个城市啊，结果扩大到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啊。啊，现在就有这种趋向。啊，澳洲多伦巴这个小城，这个小城居民12万人，有特色啊。这12万居民都嘛是移民呢，当地土著真少。啊，对四面八方移民过来，啊，所以啊，伊就有80外的族群，有100外种无共语言，有10几种宗教，啊，所以确实是一个多元文化。啊，大家共同伫这个小城生活，我伫迄地住11年。其他一寡作用啊，把这个小城团结起来了。小城的10几个宗教领导人，去年3月时阵来找我，那因大家主动发心，要把这个城市。
打造做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、和谐示范城市，这好事啊！我心内真正伫遐咧祈求啊，遮尼侪人来帮助，伊啥物意义？市长啊，带头，到去年真正有成就咯，总也袂歹。啊，所以五月啊参加，大理到科文啊组织的这个活动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影响。我甲这个小城内底的市长，这个宗教人士拢总甲请去到巴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做报告。伊用了规个下晡的这个时间，甲因啊这个一年外的成果做出报告。我对他到尾拢有听到。非常欢喜啊！啊，今年呢，大概九月还是十月，东门巴要办一个活动，啊，邀请联合国这些大使因去参观，啊，实地去个看卖，这个小城里个看卖，我讲个族群。大家做伙来居住，像兄弟姊妹同款，无同的宗教，互相尊重，啊，互相亲爱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亲像兄弟姊妹一家人同款。啊，说明讲。无同嘅族群，无同嘅文化，会当啊做伙来生活，唔免来烧钱，快快乐乐生活做伙，即偌好诶！啊，希望即个世界永远拢无战争，永远拢无冲突，阮做即个代志啊！啊，教科文组织个大赛团的即个主席。啊，对这个代志也非常赞叹，非常的尊敬。我邀请伊来多文巴来参观，来考察。啊，伊会去带这大赛，带这大赛，啊，愿意来这边，啊，来个看卖咧。组团来，这是啊，一项好代志啊！啊，若无看就无信心，看了后这个世界才有救。啊，英国通别话讲啊，无错啊！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。会当帮助21世纪的社会啊！会帮助因解决问题，只要你相信，爱真正做啊！啊，宗教团结，团结伫一个爱的作为中心。啊，所谓宗教无一个无咧讲爱，啊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真主是仁慈的，佛是啊慈悲的，啊，所谓宗教内底拢嘛无离开爱啊，啊，咱就以仁慈博爱这四字作为宗教团结的核心。咱个宗教联合起来，追求什么？追求仁慈博爱，啊，加心情啊，爱心，
发扬光大。神职人员、宗教信徒，爱把这个神圣的爱心对家己、做出来，然后去爱一切众生啊！啊，宗教教育的力量都看得到。啊，这个城市是宗教做出来，而一步啊，我就会想到国家。斯里兰卡咯，佛教国家，基础太好咯。我会专心专力帮助伊，搁再提升一级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传的各个宗派，拢嘛伫这个土地里来生根啊，勇壮开花结果。彼地都是佛国啊！啊，要看佛教，都要来斯里兰卡来看。但是每一个人都嘛有心咯，啊，三规啊、五戒啊、十善，人人遵守。啊，数量六好。家家啊，如新。那是佛国土啊，用佛教治国。你看人民多幸福的啊！啊，因啊，物质生活真简单。这一般来讲是啊，比较清苦。只有你大概是平均啊，每一个人一个月是200块的美金。啊，香港的钱大概是1500块，一个月生活费用，每一个人都嘛真欢喜啊。拢低俗啊，低俗啊，上落啊！这个国家人民无竞争的心啊，安贫啊，乐道啊！啊，我看出您的前途。是看出因的青少年，看什么孝亲尊师，这是我伫其他所在无看到的。这个国家的这囡仔，对爸母，他佮起来的时阵，问候爸母，拢嘛是行跪拜礼，跪在涂骹，双手摸着爸母的脚，叫做。接触力最敬力，在学校里面看到老师对老师行接触力，这难得啊！这个军太好了，这是因啊生活习惯啊。囡仔学着是看到爸母啊，爸母对伊的爸母嘛是安尼生。所以主人都会向你咯。啊，老师上课的啊，进程每一个教室里面拢服侍有佛，有佛龛，服侍的教室一个角落里，老师咧上课先带着大家来拜佛，用佛形跪拜礼，所以。学生对老师都学会向跪拜礼咯。啊，我建议因
咱这个佛教大学，释迦牟尼佛，各个无共的宗派，拢总给伊复兴起来。啊，南传的啊，北传的啊，向东北传的就是韩国跟日本，向中传的。啊，拢总伫即个所在，甲则军恢复起来，培养各个宗派师资。啊，伫即环境会当做诶啊，相信做会成功。啊，雕爷啊，全国啊，拢嘛共一个心。非常值得咱的赞叹呐！我看到斯里兰卡，看到佛教的光明啊，看到佛教的前途啊，佛教对印度传出来啊，将来佛教复兴伫斯里兰卡，那佛教的复兴，同时咱咧帮助这个。世界上所有宗教，拢会继续承传落去。啊，所以讲两三年啊，了后呢，就会建立一个世界宗教大学，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。啊，目的呢是要团结宗教。就互相学习啊，永远化解宗教之间的冲突啊，促进宗教之间的团结啊，合作，啊，世界带来永续的安定和平啊，宗教对人类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。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啊，有价值啦！啊，我要鼓励一个大的这个宗教，每一个宗教拢要伫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示范点，至少有一个示范城市。啊，我访问梵蒂冈。甲教宗建议，希望伊甲罗马城建造做天主教的这个圣地啊！啊，你要看天主教去罗马去看，啊，罗马城有属于天主教的教堂400多间。我讲迄400多间，就是400多个学校，每一个学校拢有老师底下伫咧钢琴教学，只要一年，成绩都做出来咯。全世界天主教去那边去看嘛，那边去学习。罗马城无大，是一个古城，完全靠观光旅游的收入。是真理想的一个宗教教学的地区啊。其他的宗教，都嘛希望讲选定一个城市，把力量集中，做成榜样。大家看到就会相信，信心就建立，信心就生起来了。啊，有信心才会精进。啊，精是顺意，精神不杂，
真是进步啊！咱啊，这一般人遇到困难，有用功用功啊！用功为什么袂当成就？因为物件太多太杂，无精也无专啊！安尼来学习的结果，得到的都是啊知识。你若讲地基里，这个天赋也当功学多闻啊。那伊无定，伊啊无慧。啊，中国人对智慧是非常重视，对于这个功学多闻就无重视。古人有所谓：“一问之下，不足以为人师呀。”你不是自己开悟，是别人的物件，你记搁较多，听搁较多，你能言善道，家己无领悟。无启发，这个未去个重视，所以中国人重视心地清净，真正开悟重视这个啊，所以你爱持戒，持戒就是守规矩啊。啊，规矩是老规矩，都是前人的经验。你着前人的脚步，你就未信哦。啊，大圣就是用品德，放下欲望。啊，欲望不是好物件。对家己绝对是有害，你放得愈多愈好，放得愈彻底，你的成就啊就会愈大。啊，起心动念爱想着众生，唔通去想家己，想家己毫无意义。家己这个一生伫这个世间，未超过一百年啊，时间太短就无意义。想一切众生，想国家民族，想整个世界，这个才有意义，这才有价值。咱若离开这个世界了后，这个世界人永远会纪念你。永远的向你学习，这个才有意义。爱谦虚，爱敬业吧。啊，第二咧，精进君为修正法，无干无杂呀。不间断，不夹杂，一门深入中国的老祖宗传的精华精华，都是《三字经》里面所讲的“老之道，贵以专”。专就是啊，精进。假专啊，我嘛都爱专啊，一门深入。都有成就。
读书请编记忆自荐，我无老师会用你袂会用呢？无老师，你来变作佛？爱到什么世界？我是修这方法，我一边一边来学。我读一千遍，意思啊，自然就出来了。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代志，我伫初学讲经的时阵，感应不可思议，拄到天下的经文，我看无，看古人的注解，嘛无得到要领，这是要安怎？把经本合起来拜佛。拜上三百拜五百拜，忽然啊，就明白咯，意思就出来咯。要写都袂赴你写，啊，感情进前爱备课，来充分的准备啊。啊，爬上讲台了后，所讲的咧，甲家己所准备的完全都无同，啊，甚至我准备一字嘛用未着，这是咪祖祖连连流露啊？啊，每一个讲经的人咧，啊，拢冇这个经验。啊，有老师，你有成就，是一个精进啊！啊，无老师开悟了，马学成进，精神恭敬到极处啊，自然就开悟。啊，眼前找无好老师，找高人啊。这个会考虑的啊。今仔日咱咧学无量寿经，咱找无好诶老师，找啥人？找普贤菩萨啦、啊！啊，为虾米经典即个掀开咧？第二品啊，得尊普贤，西方极乐世界完全都是咧修普贤行诶菩萨，啊，去找普贤菩萨就正确咯，无错。那普贤菩萨修完满呢，就是阿弥陀佛啦。那阿弥陀佛的因地就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果地就是阿弥陀佛啦。决定是未错的啊，这一个唔免找伤多，找伤多咱就会乱了，就会杂咯。啊，一切一切啊，一切啊，即一。来了解这道理，一就是对，一切诸佛菩萨拢嘛欢喜啊！你做对了，你真紧做到，啊，大项经典你想要学，每一尊佛菩萨拢想要教伊学，啊，都学杂咯，学乱咯，一世人的时间是无够用啊，一项都无成就。这就可惜啊！所以佛菩萨教人精进啊，教人啊唔通间断，唔通啊夹杂，闭关都伫即地。啊，这款累真多，古往今来啊，无例外。
啊，根本呢，这重要啊！根本的概论啊，是修行概论。啊，修行概论就是教人做人啊，人都做袂好，都袂当做佛，这一定的啊。啊，想要做佛，来先来做人。啊，所以佛啊，在这个佛藏经内底，跟咱讲，佛藏经不是大藏经呢，是一部经的名字，伊叫做佛藏经。好佛算咯，佛祖，无生而修行，后而大成，非佛弟子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明讲，释迦牟尼佛教咱顺序渐进，唔通去立定。咱像学校读书，先读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这是啊佛啊赞叹的啊。小学啊、中学无爱，都要想读大学、研究所，这是佛都唔稳准的。佛讲这个都唔是佛弟子。咱来记得啊，啊，这个修行界就重要咯。我嘛是伫这个十几二十年，深深体会到。啊，各所在，学佛的同学，在家，修行业都无做够。做家呢，啥物都义务做到，所以佛法衰咯。啊，根基都无扎好啊。啊，这点咱一定要知影。所以，我为着要弥补这门的功课，提倡。如先多这三个军，十军，这是概率的根本。儒家，咱猜出《弟子规》；道家，咱啊猜出《感应篇》；佛家呢，咱啊猜出《十善业道》。这不是我凭空想象的啊！遵守佛的啊教诲，都是啊，正个三福第一条。后用父庙奉祀师长，要安怎落实？《弟子规》落实，啊，甲《弟子规》做到，这两条都做到，都落实了。啊，诸心不杀，落实的《感应篇》。后面的第三句修习善业，所以我讲这是一个儒释道的三个根。那《弟子规》六个根，我咱啊落实孝亲尊师，《感应篇》道的根，《感应篇》完全是讲因果，先有善果啊。恶有恶报，人若是知影有因果，唔敢去做歹代志。知影他伦理道德，都歹势去做歹代志，感觉真见效。啊，这两种的古早时阵啊是非常重视。啊，所有做父母的拢嘛是要求儿女爱做教，因啊本身拢做教咯，所以儿女听话啊。啊，本身若无做教，你叫儿女做教，伊都唔相信，伊袂听你的，你会做出榜样给伊看。哦，
人家已经真正看到了，大家按你做养生习惯。那古早时阵啊，有一句谚语咧讲啊，三下看八十，这个意思是讲三下八用的军，八十下拢未改变，就是一生拢未变，这个军扎个真在啊。啊，中国文化优点嘛太多了，啊，现在是无办法甲古早时来比。古人啊，无忧虑，伊的一生有保障啊。什么是个保障？家就是个保障。所以啊，伫外面工作到退休的时阵，回来厝诶咯，落叶归根啊。回来厝诶创啥物？养老啊，享天伦之乐啊。人啊，一生当中最快乐诶，就是晚年啊，晚年养老是一生最快乐诶。啊，人的一生最辛苦就是青少年，青少年来认真努力，严格管教，青少年无享福啊，福老弟晚年来享啊，甲外国人无共，外国人儿童享福，所以儿童的天堂啊，什么拢爱满儿童的愿，甲老年就变作昏蒙，老年孤单啦，真可怜。一路未用父母啊，甚至讲一路甲父母拢无见面呐。啊，我住伫美国的时阵，参观美国的老人院，也即个生日、过年、圣诞节，一路呐寄一张卡片给伊，伊就欢喜个不得了。哎，后生无教我袂记哩，无来甲看啦。你看偌可怜，偌孤独嘅，孤单无伴，无亲情，伊偌痛苦诶。我倒转来看这中国，迄无人袂心鲜诶啊，无人袂仰慕，无欢喜诶。那两种这个不同的文化，佮比较者，你就知影咯。我是希望讲，佮这一生最快乐的，放伫咧青少年的啊，也是放伫老年呢。啊，最严肃的教育，啊，讲无伫青少年的时阵来个扎根呢，迄就是无咯。人真正会变派啊！人是安怎教好咧？对出世迄天就教起啊！这是中国的家教啊！佮较早咧有信的时阵就佮教咯。有信的时阵，老母知影通啊，胎教。为甚物？老母的起心动念影响着胎儿。老母的生活习惯啊，影响着胎儿，所以啊，老母若有心呢，念他爱正，无邪念，无恶念，让囡仔禀受着正气。在这个十个月当中，胎儿接物啊，爱柔和，不会发脾气。啊，伊对囡仔拢有干扰啊，一举一动，这爱端正。行住坐卧爱端正庄严，为什么？为了囡仔，囡仔出世了，目睭闭开，伊就会样看；耳孔伊就会听了，伊就开始伫咧学习。无啥人咧学父母啊，父母无离开啊，
爸母的意句，伊当伊拢知影。伊也对这地养成习惯，所以爸母所有的一切这个负面的、无正当的，袂当互伊看到，唔当互伊也听到，唔当互伊去接触到。伊也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啦，拢也是正面的。爱看惯是清江啊，三年啊。这个三年安尼培养这囡仔，啊，都有能力来辨别是非啊，啊，善恶咯。伊啊，都有能力辨别咯。伊对啊，祖祖连连的出现弊恶。先呢，伊就介意；不先，伊就啊远离。啊，你讲扎根的教育偌重要？扎根的教育是三下进程，三下以后就慢咯，啊，维护咯，啊啊，即卖囡仔向咧教呀，电视咧个教啦，啊，红眼都伫摇拿，目睭闭开就会看电视啊。电视内底拢学会向你咯，这物件麻烦大咯。较大汉去读书，啊，伫美国小学一年级，伊就会向用电脑，啊，用电脑伊就会看网络，拢嘛有派啊。现在爸母拢无咧教，老师嘛无咧教，电脑咧个教，网络咧个教。电视咧教伊啊，这阿要安怎呢？人是安怎教派呢？那你一定要给创个清楚。啊，现在哪要端正风气？你啊，拯救社会要对倒位开始？头一个，对媒体。该死！媒体内面所报道的一切负面的、不善的，拢总个禁止。人民加以娱乐，娱乐正面的。中国古早时阵，音乐。戏剧、所以演的拢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绝对也未当违背，违背时阵国家未答应。你啊，破坏风化，迄就有罪，甚至判你死刑。啊，用这种的民间说唱艺术来教化众生，那用呢？你细心去看，拢无出如切刀。所以，伊对个人教好啊！啊，现在呐，想要端正社会，要对这落手啊！国家领导人带头，这三星好过，啊，国家领导人还做出来给大家看，提倡孝道，提升啊孝顺家己的父母。那个孝顺父母，这镜头一个月伫电视顶面至少爱有一两摆，我大家拢嘛看着，国家领导人对父母这尼啊孝顺，咱学习。啊，上行下效啊，
啊，国家领导人尊重圣贤，爱护传统，人民就在咧学了，真紧啊！咱今仔变到这款程度，带头的最初带头就是朱熹太后。朱熹太后真阿爸啦，功高我慢啦，对儒释道拢嘛轻视。你看伫进前，因丈夫韩风皇帝，韩风诶进前，每时代皇帝拢嘛是佛门诶弟子，对佛教尊重。韩风死咯，伊啊执政咯，伊有新一个变，朱清老佛爷甲佛菩萨拢放咧一边。另外以前的皇帝佛菩萨是老师，朱清弟子，伊啊变作老佛爷，这带头无好啊，和朝廷内底文武百官。社会上这些大众对啊佛菩萨的尊重就降温了。啊，到满清亡国，儒释道啊，这三家要讲学，无认真的做了。为什么看到朱熹没在做吗？人要向上困难啊，向下对路较容易啊。真正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到民国初年，讲的人就真少了，儒释道拢少了。那空前了后呢，嘛无人讲咯。所以现在儒释道有名无实啦，经典无人咧讲，读的人嘛少。啊，所以有儒释道这个模样滴，实际上完全拢嘛无。啊，今仔日若是要恢复，真正困难，真正爱有佛菩萨再来，佛菩萨现身为国家领导人，对老祖宗尊敬啊，对父母来尊敬起，又敬父母敬祖宗，用这书。啊，这次的目的就是啊，明德归乎。也是教育的意义啊。你对几千年的老祖宗拢尊敬，念念不忘，你哪会讲甲眼前的父母袂记得呢？无这道理。这座真正意思是伫即地是孝亲啊。啊，这做这行，同啊非常严肃，迄不是讲滚笑，不是闹热啊，不是咧搬戏表演，不是，哎，真正严肃啊！啊，这行如神在啊，那像祖先伫咱面前。爱会记得咱祖先的恩德，爱发扬光大，这个才真正有意义。甲祖先的教训，爱伫这个大会用大家来做一个宣布，唔是讲啊，只举行仪式，啊仪式无咧讲好清楚，无讲明白，就变作迷信咯。
因为意义都无大，一定爱啊受教育。这书是一门功课，是一堂功课，爱按你来做。主持的人爱给大家上一堂课，至少爱半小时，最好是一小时。啊，你有讲义，讲义啊印刷来分给大家知影。咱对祖宗更加进一步的认识了解，对于啊祖宗这种爱心、尊敬心，伊就会生起来。形式是未当解决问题，这拢嘛是属于精进的呀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啊。